具体的数字而言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已有多达37位超党派国会议员预定来台出席520庆典，成员中包含多位具有担任阁员经验的访宾，人数也创下新高，显示日方对我新政府的高度重视，绝不是部分媒体报道所称的520日本观礼团恐无高层政要或冷落的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